萧炎，你总算是来了！风雷北阁做出如此不耻之事，目的不就是逼我现身吗？倒是有几分骨气，可惜你今日必葬身于此。动手！ 这些无关紧要的人，便不用再生了。三位大长老，想要抓我，怕是要你们亲自动手了。自老夫三人成为北阁长老后，你是第一个。 让我们一起出手抓捕的后辈。风雷北阁还真是看得起在下，竟然派三个斗宗长老抓我一个小辈。哼，能将沈云击杀，你自然不是什么平庸之辈。那是他咎由自取，怨不得谁。何必与他多费唇舌？先抓住了再说。等废掉斗气，囚禁北雷塔下，看他还如何猖狂。想废我斗气？ 你有没有这个资格？五星斗宗实力的傀儡的确罕见，但还是保不住我。啊！这般纯粹的灵魂之力，洪天霄。 萧炎，你毁我洪家子弟，老夫定要你以命相抵。洪天霄，傀儡就交给你了。雷长老放心，这场大战结束前，这傀儡绝不会插手你们之间的战斗。 九天雷御阵，他们竟然用九天雷御阵封锁了这里。 自由之前，我定奉陪到底。以韩家为先，本非我风雷阁的作风，但三千雷动不容许出现在外人身上。今日之后，韩家与此事再无关系。 Thank you.
速救我！放下他，否则死。童老家伙，别装了，快快出手杀了那小子！放了他当然可以，不过洪前辈，今日之事的确是你洪家逼迫在下，迫不得已小子才反手攻之，还请洪老前辈大人大量。你以为老夫看不出你在拖延时间？洪天笑，你在作甚？非要等老夫死了你才出手吗？既然不肯放人，那就别怪老夫手下无情了。老家伙，我在洪丽体内蕴藏了一股暗劲，你若是不追上去将其化解的话，他必死无疑。好狠毒的小子！你个废物，有什么好救的？洪家的人就没一个靠谱的。斗宗又不是没战过，居然敢骗我，小子，我洪天笑定要将你身上的骨头一根根捏碎，让你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小人不管天涯海角，风雷阁都不会放过你。追追，将两大斗宗玩弄于股掌，最后全身而退，这萧炎实在是让人惊叹。服了，彻底服了，这般厉害的人物将来定能成就不凡。那小子杀我洪家那么多人，还伤我孩儿，绝不会放过他。我通知了风雷北阁，接下来任萧炎有再多手段也插翅难逃。不好了，怎么回事？我留在纳界内的灵魂印记被萧炎破解了。怎么可能？萧炎不杀了你，老夫誓不为人。那小子不过斗皇实力，竟破了斗宗留下的灵魂印记。萧炎身上还有我留下的血泪印记，我们现在就动身去追。斗宗的灵魂印记还真不容易破解。这是接住，打开它。
青雷幻身。三千雷幻身，此法修成能凝雷幻身，其实力可与本体相仿，本体不死，幻身不灭，威力堪比天阶斗技。竟是风雷阁的镇阁之宝。欲练三千雷幻身，需先将三千雷动修炼至最高境界。分身，这要是修炼成功，一个斗尊化成两个，与人战斗就二打一，同级中谁能胜我？难怪我身怀三千雷动会令沈云那样愤怒。原来三千雷动跟风雷阁的镇阁之宝有这般关系。多亏了沈云这老家伙，不然我还不知道这等隐秘。我倒要瞧瞧是如何难修之法。这是这雷池有古怪，这些符号似乎有很多缺陷之处。是三千雷幻身不假，但为何看不出修炼之法？难道这只是三千雷幻身的一部分，其他部分被风雷阁分开存放起来了？外面怎么了？萧炎在前面这片山脉中，我感应到了血雷印记，他就藏在这里。哼，这次一定要杀了萧炎。萧炎，沈云，你给老夫滚出来！这两个老家伙来的倒是快，现在走已经来不及了。两名斗宗强者围攻，即使我们低妖魁相助，恐怕也无法安然而退。小家伙，区区两个斗宗就让你紧张成这样。天火前辈，为了抓我一个无名小卒来了这么多人，沈长老对在下真是恨之入骨啊。哼，小子，等你落到老夫手中，自然能让你好好感受感受老夫的恨意。小子，这一次老夫倒要看看你还怎么逃。两位不将在下置于死地，是绝不会罢休的。两位的命就由在下收了吧。猖狂小辈，因为凭借一个傀儡就救你的命不成？洪老，那傀儡便交给你了，这小子由我来对付。哼，交给老夫便好，告诉你最好尽快废了那小子。是。
会找到萧炎吗？你快去帮帮他吧。丫头啊，有些话我们得说在前头。这洪天笑也就罢了，但是那沈云可是风雷阁的人，我们韩家还招惹不起那种势力。我只能在不被发现的前提下暗中助他。可是爷爷，丫头们，看来我们这趟要白来了。来，让我见识见识你的手段。怎么可能？再高阶的秘法也难以具备这么恐怖的效果。莫非这强悍的气势只是伪装？老夫今日倒要看看你的实力究竟是真是假。维持不了太久，所以一旦施展就必须要有结果。
萧炎，你总算是来了。风雷北阁做出如此不耻之事，目的不就是逼我现身吗？倒是有几分骨气，可惜你今日必葬身于此。动手！这些无关紧要的人也不用再上了。三位大长老想要抓我，怕是要你们亲自动手了。自老夫三人成为北阁长老后，你是第一个让我们一起出手抓捕的后辈。风雷北阁还真是看得起在下，竟然派三个斗宗长老抓我一个小辈。哼，能将沈云击杀，你自然不是什么平庸之辈。那是他咎由自取，怨不得谁。何必与他多费唇舌，先抓住了再说。等废掉斗气，囚禁北雷塔下，看他还如何猖狂。想废我斗气，看你有没有这个资格。五星斗宗实力的傀儡的确罕见，但还是保不住。啊！这般纯粹的灵魂之力，洪天霄。萧炎，你为我洪家子弟，老夫定要你以命相抵。洪天霄，傀儡就交给你了。雷长老放心，这场大战结束前，这傀儡绝不会插手你们之间的战斗。一举击杀！风雷北阁天罡堂听令，解九天雷御阵。雷雨阵封锁了这里，不管你有什么来路，束手就擒是你唯一的选择。放心，在韩家重获自由之前，定奉陪到底。以韩家威胁，本非我风雷阁的作风，但三千雷动不容许出现在外人身上。今日之后，韩家与此事再无关系。